的妈妈。啊，因为做卢彦馨的女朋友，卢彦馨去主持孩子，我是因丢嘛啦，哈，拍摄拍摄，彦馨今天大家有看到，不是我在考试，我是做效果。彦馨今天就要回国了，相信呢，大家一定会把焦点都放在彦馨身上。谢谢大家对彦馨的支持，谢谢。恭喜恭喜，你这样就厉害哦。厉害厉害，天气很热呢。天气很热，对啊，嘛是丢了八强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过来介绍这位，性格小生陈一飞。我已经不是超级姑娘，我也不会再是莎拉公主，我也不是以前的陈羽凡，我现在就是陈羽凡，对，全新的，缝双眼皮，我双眼皮是用缝的，我现在就是全新出发的，对，没错，师奶杀手陈逸飞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其实也越南话就够讲，伊讲我听，我不要讲，过来介绍这是。资深玉女欢欢，我再警告大家一次，不要再加“资深”两个字了。我就是前夫爱我，前男友也爱我的公主欢欢，谢谢。哦，我刚惊死，哎，刚才镜头带过来这边，阿伯都，哇，鬼影追追追，大便一大堆，开始。好，我们再接下来介绍这个哦，今天晚上就要踢了哦，我们就爱看伊啊，但是今嘛过一张黄牌，我们再过他的过黄牌了，黄牌的过竞赛一场，巴西足球明星卡卡。哦，这些半暝啊，拢爱起来看，因为四年只有一次哦。你今晚没看？还没到半夜。嗯 ，OK， 不要紧啊。这个节目倒掉啊，不是不是倒掉，就结束。结束。我们外国人不会用成语的，就看 Ten o'clock， 不是又拍嘎嘎，不是哦。OK。哦，这今天开始哦，这十点一场哦，就是今晚最后八强要争迄个四强啊，再过来冠亚军吼，就精彩。等下就是巴拉圭加加纳哦，啊，等下末明啊就是巴西加荷兰，啊，明仔载就是迄个阿根廷加摩纳龙仔。啊，因为这个不注意也不行啊，因为每天的赛事报纸都有登的哈。啊，但是咱今天不是要讨论足球，咱是要讨论哦，天气真热的哈。啊，有的人哦，徛哨哦，站哨哦，当兵站哨，结果吹点风。问钱你会，问你好了。啊，都可以。阿萨拉比萨呀。阿萨拉比萨。雷利莎哈，这巴拉圭名模，听说巴拉圭踢冠军你要全裸。阿达萨比斯打对的啦，我会全裸耶，会裸奔，而且我今天问我为什么要怎么样清凉啊，萨比斯？不是问你为什么要裸奔呢？不是，要怎么样清凉啊，萨比斯？很简单，就是像我穿的这么少少的，就很凉快，而且别人看到眼睛也可以吃冰淇淋，也很凉快。阿斯拉比萨格拉西亚。哦，而且我觉得穿这样子会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东西不晓得要放哪里。我就发明呢，东西可以放在胸前这边当做口袋，格拉西亚，阿斯拉比萨。而且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手机如果放在口袋这边的口袋震动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不到，所以你可以放在胸前，震动的时候就会很明显的知道。哦，我在录音，格拉西亚，阿斯拉比萨。而且呢，还可以放足球。足球可以放在里面，但是可能要拉下来一下，我拉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二。这样子，你安尼袂输大巴肚啊，要啥哦？这样子就很简单，就是可以把它放在里面。Gracias, thank you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因为阿根廷的教练迄讲，因阿根廷啊得冠军，马拉多纳讲也要裸奔啊。啊，到底是要看查某啊，看查甫嘛？当然是看我的啦。那不一定哦，有些想看男生啊，对对对。
现在大家最想看的就是卢彦勋了哈。哦，看卢彦勋裸奔了、啊。啊，不是啦，当然看他回来了，哎，加载了哈。哦，我这边讲的一下什么事情可以清凉一下。我现在觉得一个问题哦很重要，就是为什么每一年的温布顿网球的比赛哈都要在大太阳下面比赛？你看棒球哦，棒球场有这个室内的，篮球场啦、羽毛球场啦、乒乓球场啊，通通有室内的。为什么打温布顿网球的时候通通在室外呢？高达35度的气温呢？你看他们那个汗呐、啊，都从帽子上面叮叮叮一直滴下来呢。哦，幸好强调自然啊，对啊，自然草皮跟那个真的草皮啊。可是我们会担心说，卢彦勋哦，我们加彩的身体负荷不了，幸好他撞得跟个牛一样。还有我们上次那个八强赛哦，卢彦勋的收视率高达多少？你知道吗？破二呢？哦，破二呢，就表示他的同时段呐、啊，多了同时段的10倍呢。拉走了很多夜市人生的收视率呢，哦，我那时候吓一跳，夜市人生都被他们拉走了。你看，哦，不是全民最大档的夜市人生，是真正的八点档的连续剧夜市人生的收视率被拉走了呢。哦，幸好我很喜欢全民最大档夜市人生，听说昨天收视率啊破4呢。哦，差不多被挖5啊，没啦，破0.4啦。啊，不过呢，其实哦，真的说这个夏天要消暑啊，要享受凉快的，就要看全民最大档。你看全民最大档里面呐、啊，每一段小舞台都好冷呢，哦，很多单元哦都好冷呢，哦，那主持人也好冷呢，尤其那欢欢最冷哦，他一出来的时候都有那个呜呜，哦，不寒而栗呢，所以呀、啊。夏天消暑最要看什么节目？就是《全民最大档》，谢谢大家。其实啊，夏天来摄影棚是最凉的，因为这里都有冷气，因为吹冷气，吹一个机器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是由我公主欢欢。哦，开始冷了。我要告诉大家，只要一看到这个节目，最近会发现我的入出率非常的高。什么？入出率的意思就是新闻曝光叫入出，这是一个术语。它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我出现，收视率就会飙高。而且我知道你们最近常发我通告的原因，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吧？我知道很多人看到我，听到这样的配乐，就会觉得有一种非常清凉的感觉。就像刚刚你们看到前面这个女生一直拿国旗挡住我的这一个，看到她就会觉得有吃冰淇淋的感觉，但是那只是眼睛凉快，我的功力更高深。看到我，你会打从心里、头顶一直凉到脚底，非常的彻底的一种凉快的方法。绝对不是因为看到我会觉得有鬼气森森的感觉哦，我是一个连前夫都想要把我追回去再娶一次的女人，所以当你看着我希望能够清凉一点的时候，请你小心，不要一些不小心就爱上我，因为爱上我很可能会得罪黄国伦。我的前夫是江国宾，破梗破梗，得罪了江国宾会比较可怕。谢谢。哦，赞。对啊，黄国人打丢了，工人黄国人打给罗罗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等一下再来讨论哦，因为天气就热，咱起码先吹加冷气。好，我们下一段有最大档广告时间，都是供冷气的全民冷气哦。我现在主管啊，员工啊，跟资深员工啊，想到过分资深员工跟员工。好，我们进广告，待会我们再看一下。加油！